西方瑜伽菜加蛋饭更滋味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徐源。上一次咪教咗大家整一啲地道风味嘅瑜伽菜嘅，香港味道嗰种啦。嗱，今次我就会带大家去西方，唔系一般Mediterranean 嗰边，而系睇下美国 Louisiana Cajun style 嗰啲瑜伽菜系点样样嘅。其中一款就系呢个 seafood combo 啦。首先烧热锅，落啲橄榄油，加青口同埋蚬，连埋四分一杯清水，冚盖住一阵，等到啲青口同埋蚬开口。煮过青口同埋蚬嘅水流起备用。另外将秋葵切厚片，烧热锅落啲橄榄油，放入秋葵煮大约五分钟至略为干身，就可以先加入洋葱同埋蒜头，再加辣椒同埋番茄炒香，加翻头先煮过青口同埋蚬嘅水落去，用中火煮七分钟至滚起，再放入虾、青口同埋蚬，冚盖煮多三分钟。最后加入白饭泡一阵，原煲上的海鲜金宝锅就完成了。快点感受一下西方人的瑜伽情怀啦！